星辰在魔法中璀璨。剑与魔法，所向披靡。黑暗尽头，我要劈开。被时间遗忘的人，乖乖接受灭亡。生而卓越，随心所愿。终于等到你，天命的英雄。我给你准备了礼物，就在前面的箱子里。多谢。小的凡人，休想从此通过。血阵通往幻灵的桥被石魔完全破坏，你得想办法过去。千之女神伊瑟拉正在桥那边等你。符文冰剑能唤醒守护者，重新打通大桥。我和魔族战斗了十几年，天天盼着遇到传说中的救世英雄，没想到就……哦，你不会真的相信自己是龙神转世吧？
快去寻找只属于你的福利宝箱，里面存放着能让你变强的力量。翅膀开启了，穿戴华丽的翅膀不仅有面，还能增加战斗属性。守护试炼可以获得大量经验，快速提高等级。起来，积攒大量经验和道具，可以随时领取。科特最近总是半夜偷偷出门，我把隐身斗篷借给你，去跟踪调查他吧。生而卓越，随心所愿。手机开。
远古的圣器为你增加属性的同时，还能主动攻击。你解除了魔法市场的危机，女王夏尔已等候你多时，我们现在就前往王都麦陵。逃吧，逃吧！完成第一章节守护试炼，即可激活全新守护灵。我不挑食。守护灵激活了，开启特殊技能，还有超强变身。点击开启啦，装备打造方式应有尽有，快去看看吧。女王夏尔要召见你，请点亮通往王宫的路灯吧。